你好，我们来自中华民国，来自遥远的东方，我们是统一企业公司，很高兴2017年的年底这个时候，我们带领了我们公司二十几位弱农精英的年轻二代，来到这个以色列的先进乳业国家，我们来向他学习。我们筹划这一次的教育训练，已经思考非常非常久。以色列每一头牛，全国都是10000吨，所以它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。这一次我们的学员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努力，来向老师请益有关热紧迫、配种、营养，还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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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问题，我们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，大家都是收获满满。啊，值此时刻，古人有云：“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”我们真的很诚挚推荐您，一定要来看看。来到这里，你绝对会有崭新的体验。亲自来看看，总是比听人家说会更好。我们会把这一次所训练的一些相关的经验跟成果带回台湾，跟台湾的很多很多的酪农来跟他分享，然后把它转化成属于真正台湾的饲养经验。我们希望从今天的一小步变成以后我们来自台湾的乳业一大步，希望把这个美好的经验带给你们，跟你有效保证，一定要来走一走，加油！